久违的又要来扭扭蛋了。嗯，可是可以放在喝完前面。难得看到一个看起来很有趣的扭蛋，有那个这叫什么敲心虫？看不透，独角仙呐、啊。好、哦，独角仙，然后跟一些很奇怪的，像罗马战士的东西。嗯。而且就希望它可以很大，来试试看看看起来怎么样。你说这个比较帅是不是？对啊，我喜欢罗马战士。所以我觉得菜头很好笑。该不会真的是菜头吧？绿绿的壳。我是看不太出的。太久没看到蛋白了。对啊。是啊。像不像断掉蛋白？菜头。是菜头。不要拿这个给我。不要拿这个。鸡皮疙瘩。那些看不透。回去跟假面骑士玩。看到一个很可爱的新商品，它那个有点像办公室的感觉，然后全部都是动物。对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之前都没有看到网络上有这样子的图说。万代出产。有一个看看吧。哦，收收。是什么？我喜欢，我最喜欢的是仓鼠。哦，好。可是其实其他也很可爱啊，又有狗又有猫的。最划算的啊，最大只的、哦。我看一下，够大只吧？也有桌子椅子，好可爱哦，真的不错。所以它上面的背景是哪里来的？没有背景？没有吧？那可能是自己想象的。哦，觉得很划算，有桌子又有椅子，再一颗。好。你惹你？怕了。一颗石块先掉下去了，还是他，还是说我只有放一个石块？你拿错了这样？我不知道。哦，因为你这个看起来是十元，你投错吗？没有没有，五十已经进去了，五十一。难道是我们没有放吗？是这样吗？橘色。看一下是什么？希望是狗好。仓鼠也有可能，因为跟壳一样的颜色。有机会吗？我不知道。因为刚刚熊就是那个暗暗的啊，都没讲到，都没讲到。看一下，这个看起来很像在咬线的仓鼠，好可爱哦！试试看它大不大只，而且也是六十。两种姿势哦。暴力开合，坐着的，坐着的，可是是可爱，可是它背后是扁的，放在地上是你。换奶牛这个就是算什么工地车，可是猫为什么叫猫车对啊，它叫内裤车。对啊，它叫猫车，好特别。猫车是什么？磨砺的。哦，就是有这种事吗？而且这个车，你记得我想到什么吗？不知道。给那个香肠。好像可以哦。可以来。对，它有护猫吗？有吗？我说它有护猫。没有吧？所以就是。只是说可以给猫住。哦，真的是没有。拿到经典吗？还有什么经典吗？工地车不是蓝色比较多，应该还可以吧。又看到了卡比，而且这次的卡比是更粉嫩的粉红色，然后角色非常多样，觉得蛮可爱的。嗯，对啊。然后棒棒糖跟拿手签都蛮好笑的。哦，那拿铁锤呢？也不错啊。那你对？只是硬要讲的话，只讲这两个。你对上面箱子有兴趣吗？没有，之前看就没有，我觉得很恐怖。好吧。又卡卡。对啊，都是六个啊，等不下去。嗯？那怎么办？这样，没有啊。
快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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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是的。我看好像是那个哦，你说，嗯，好小只哦。哇，好可爱哦。小只。很不错哎，我觉得很可爱。看到利顿系列的扭蛋，然后感觉很有趣。这个我之前没看过，虽然看过很多一些那种迷你的东西，可是没有看到过这个饮料的。对啊，而且它有的墨数不一样，就是以前墨比较大罐，嗯，它有比较那是差了50。它可能有稍微跟那个实体是一样的吧。嗯。那，啊，我想说，看要不要大罐的。可以拿到大罐的是不是。希望啊。啊，口味不拘哦。啊。还没抽就掉钱，它就来了。色的不太妙，好像是小罐的，它是苹果茶，苹果茶我看就是500墨的，苹果茶哦，500墨，可是很可爱耶，这好，它硬的吗？那罐硬的。A few moments later， 本来觉得这个不错，还想要再扭一下，可是这里真的是太吵了，里面好像有不知道怎样，对啊，一直吵，我怕一直会爆表，你就算了。It's all the same.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I couldn't stop and say no. It's all the same. But you won't take blame.Even when you are blowing up. Oh my, you're my broken love. Nobody's gonna save enough. Oh my, you're my broken love. So come on, let me show you.It's all the same, but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I couldn't stop and say no. It's all the same, but you won't take blame, even when you are blowing up.Oh my, you're my broken love. Nobody's gonna save enough. Oh my, you're my broken love. So come on, let me show you how.